这就是足球，对吧？想和不想，那是不一样的。应该说还是心里还是挺激动的，因为这是我曾经效力的第一支这个顶级联赛的球队，也在那里度过了一些美好的时光。多年之后，如果让李毅也回忆一下自己首次执教足协杯的时光，那一定也是美好的。无论是绝杀南京城市，获得足协杯梅州赛区的入场券，还是在梅州赛区连克自己的老东家北京国安和同城对手成都荣城，李毅率领着年轻的四川九牛确实完成了一个个小目标小突破。毕竟其实国安这支球队也是我职业生涯开启的这个启蒙之路，所以说还是真没想到的，就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啊，就
大了，就是说足球可能更多的靠的是团队，好的团队可能把所有的这个队员的能力最大化，我觉得这就是足球。最终李毅带着些许遗憾昂首完成了他的足协杯处子执教旅程。也许在技战术、业务技能累积、临场指挥等方面，菜鸟教练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，但他感悟到的团队理念在足协杯赛场上得到了成绩的印证，而自己下场融入团队、上场激情激励的标签也贴在了主教练李毅的身上。